原标题：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图说倾慕妇女撑起家庭整个天。一，起皱的衣服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生活操劳的一面。二，这是他们的全家福，这种场景很罕见，因为根据严格的儒家家规，妇女不能在客人来时露面，也不能出门。三，她手拿一把扇子坐着。四，这是一位新疆妇女。五，这是两个较低阶层的藏族妇女，她们赤脚走路，背上背着东西。六，这是两个身着节日礼服的察哈尔妇女。七，上学堂接受新教育也是他们的追求吧。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在码头上穿梭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